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艾莉的冒险。然后上一集小 N 神奇似的过了魔王关，小 N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什么神？那是凭实力的好吗？神奇似的过了第三关，那接下来这一关就只好交给我了啊。对，第四关是由吴秋风开始来玩下。没错，就由我了，我为大家带来。哎、欸，差点就离开了。我们可以来算一下他到底死了多少次。哦，这里哦，我怎么站在这边就开始掉东西？哦，哎、欸，等等，糟糕了，你要冲啊！哎呀，那为什么站在这里就会掉东西？所以要站在这，站在这。全新的一关，喂，走，哦，离开了，哦，走，全新的冒险。那武秋风已经是第一次嘞。我会好好计算一下你这一关到底死了多少次。哎、欸，在家里可以不要算吗？这一关好像是什么在水里面哦、喔，要游泳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好难哦，好难，好难哦！耶、yeah, ，他穿的会飘，他会往下飘，往上飘。喂、哦，下面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是什么海葵吗？它里面有小丑鱼撞到我了。好啊，武秋风险也是第一次哦。这个可以拿吗？呜呜呜，拿到了！哎、欸，等等，出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只能死掉啦！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这就是贪心的下场。我不能放弃，我不想死。好了，不拿了。你还是赶快死一死吧。真的好贱哦、喔，这个游戏太贱了，宝石都放好看的。对啊，宝石都不能吃的啊。喂，哦，有鱼闪过了，这个，哦，所以你，哎，哎，哦，怎么会有刺掉？所以你刚刚是撞到鱼才死掉的吗？对，我刚才是撞到鱼才死掉。哦，我刚以为你是被那海草弄死的。哦，啊，你好难操控哦，好险第四关不是由我来，我好想哭哦。只要你刚刚，只要你要把第三关给我用。照大家轮流来啊！哎、欸，我飞过去了。这个 off、yeah, 是什么意思 ？off 应该是要把那个按是关掉吗？哦，我不是关。转好快哦！哎、怎么这么邪恶啊？这种东西真的是得人玩的吗？所以你根本不能按那个 off 那个 off 吧？不按 off 它不会转，是不是也不能过去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它有没有转呢、欸？哦。差点，小艾，你怎么穿泳衣啊？还两节式的泳衣，撞到鱼了。小艾又死掉了。两节式好啊，两节式给大家演养眼的画面、哦。你都衣服爆裂这么多次了，我自己讲讲都觉得好笑。喂，不，为什么在这个之前没有存档点？好难哦，好难，好想哭哦。哎呦，我刚好看到那个有转呢、欸，它是慢慢的转，是哦，慢慢的转，所以不要压到 off 比较好。对，应该是不要压到它。喂，你看它慢慢的转，慢慢的转，慢慢的转，那我就慢慢的游，游，哦耶！哎、欸，有上面有那个，上面有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喂，哦哦哦哦，它逆转了，好邪恶哦！超邪恶的，什么烂游戏啊！我太卑鄙了！太难了！可是你刚刚居然巧妙的躲过那个逆转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这就是直觉吗？这应该是直觉，会死的直觉。所以千万不能轻易的相信这些刺刺的东西。哦，我差点就遇到哦。不时就要按上按前之类的，麻烦的要死。哦，小 N 拖着地板游泳。到底这边武秋风可不可以顺利的过去呢？哎，不行啊，办不到啊，死定了。逆转，哎，还没逆转，还没逆转，嗯、哦，逆转裁判。喂，哦不，吓、哦、到我了。这边到底要怎么过啊？不晓得，哎，这样子。好好好，耶！快，先去踩啊！哇，哦，存档点，哦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继续了。感觉这边不是很好哎、欸。感觉这边好难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它往上飘、哦，好恐怖哦！那个刺刺的，那个那个那
那个刺刺的，哎，刺刺的，哎，刺刺的，这边为什么游不上去？它有一个水压压下来。你还发现，因为撞上面那个，它不是有方块吗？看他说什么是不是？对啊啊！水里面好难操纵哦，我好想哭哦，我好想哭哦。没关系的、哦，多几次熟能生巧。他我根本就这里暗流很多哎、欸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往上还往下。所以大家去游泳的时候啊，要注意一下，那水里面都有那个暗流。暗流成真了。对，去游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你可以什么 ？You can sometimes read the water by 什么那些鱼会移动。You can try。假如你不可以移动什么东西，好像意思是说你不能尝试其他东西，应该是吧？我上不去啊！哎、欸，这里完全上不去哎、欸。他说你可不可以抓那个针啊？那个针刺出去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抓住它？真的吗？你认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、啊。小薇，你认真的吗？你有看到我认真的表情吗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小燕一直死的表情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下面可以过去。哦，是哦。滑，我游过来了。我刚才叫你去抓那个针。哦，我还好没相信你。等一下，这条鱼怎么瞄准我就这样冲过来了？哎呦，还有被这么小的鱼撞到，最好会死啦。他搞不好是有毒的鱼还是什么的，你知道越鲜艳的鱼它毒性越强。喂喂喂喂喂，从下面钻过去哦，这个还可以钻吗？哎、欸，不行了，死了吧？没有，好运没有第二次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他真的会突然，他突然加速撞过来、欸，对啊，冲过去，冲，冲，耶耶耶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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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暗流好多哦。你只要想到说他有可能过去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存档点。对，有前面有存档点，没错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小燕的自由式。可惜我不会有自由式哎。喂、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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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留存档点。啊！我好难过、哦。悔恨呐、啊。小燕好可怜哦，一个刀一直死掉哎、欸！喂，哎呦，喂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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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！他这个暗流太恐怖了啊！他现在游的是自由式。你确定他是有自由式吗？他是有草金式，有没有看到？两手在那边挥啊挥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鱼会不会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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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快快快 ，go go go go， 加油加油加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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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等等，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水压往下压？哎呦天哪！哦，好可恶哦！我真怀疑制作群有没有自己玩过。有有有，小 N 有，冲！趁现在，快快快！喂喂喂！对对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，吴秋风加油！你一定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！哦不！啊！哦，好难过、哦。小燕又要欣赏小燕美丽的泳姿。这哪里是美丽的泳姿啊？你好像前面有东西哦，好像在那一直摸前面的东西。喂喂喂喂，飞上去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小燕游不上去了，可以的。小燕游不上去，这个水压怎么那么强？啊，他是不是你要先游到最上面，他就会往下降？哦，有可能。可是要游到最上面，不会被上面的刺刺到吗？所以要考验你的那个、啊、技巧啊！哦，我没有技巧可言。哦，我在这边已经死这么多次了，能游最上面吗？你要先等鱼出来一点点呢、啊。不行啊，最上面我本来想游到最上面。不行啊，最上面不能游啊。喂喂喂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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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可不可以原地等啊，原地等那些鱼进来一点之后。我试看看。
在这边等。哦，不是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不行吗？还是有暗流哦？还是有暗流，那里真的有暗流，有往下的暗流。你没看到我失控了吗？我有看到你失控了，好难过。真的，我看你这样玩，我就觉得好难过。咻！好啦好啦，到这边了，到这边应该 OK 了。嗯，那你要等鱼出来一点呢、欸？等鱼？那你有发现什么诀窍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的诀窍就是刚刚跟你讲的那样子啊。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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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鱼！哎哎哎哎哎！我往上游！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我的马关啊！我们到存档点了，好感动哦！哦，终于到了！哦，小 A， 你的肚皮怎么顶着旗子？喂，顶着快哭了，快哭了，真的。但是不知道下面到底会遇到什么难的关卡。我觉得这个会喷射，是吗？你有没有这么觉得？我觉得它会左右夹击。哎，这里有一根刺吐出来，刺到我了。没关系啊，你都到这一步了。嗯，我都游到这了，不怕不怕。这里有那个哎、欸，有刺，左右夹击吗？对、啊，我觉得它会左右夹。它不是哎、欸，它是会长出、哦。它这里有暗流，是把你左右推的暗流吗？对对对，左右冲的暗流。所以我一开始要从这里往上游，继续努力往上游。哎。小心你要逆风飞行，嗯，不不不，小恩要垂死挣扎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让我死！不要让我死！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一直往按着前，你知道？所以他没办法出去吗？出不去了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！哎、啊，我本来想说往上游一点，可以避开的。那有没有办法在上面等那个刺？完之后再下来，好像也不行呢、啊，好邪恶哦！喂，有，小燕突破了，耶、yeah! 哦！不，小燕不行了，哦，啊，好难哦，好难的。你一开始是怎么下去的、啊？我不晓得哎，我第一次就下去了，直接下去。那是不是要在前面就直接下去了？回应。哦，差一点，就在这边就下去，哇、哦，就这样下去了，对，然后就要赶快往前冲，赶快往前冲，会遇到，然后下面小心那个、哦、那个小丑鱼过了，哦，哎、嗯，所以你要赶快到那个罐子里吗？我好想吐血哦，我觉得你进的罐子里，他会不会就让你到陆地啦？进到罐子里不会死吗？应该是不会吧，因为前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耶、欸。喂，那再来试看看，进到罐子里是不是？喂，喂，冲啊，小 N， 冲啊，快冲，快冲，五九八，快冲，快冲，快冲！喂，快到罐子里，快到罐子里！哦不，我被罐子挡住，不能从罐子旁边下去哦。不仅要整从上面，我、哦、好难过、哦，好想死哦。哦，鱼都在撞我们了。连鱼都不放过你。虽然早就知道鱼很恐怖。这里好多暗桩哦。哎呀，好烦哦。好烦，真的。喂，小燕突破第一关了。哦，小燕突破第二关。小燕躲过次关卡。快快快快快掉！你要直接游到最上面，然后喂到那个关。哦耶！小燕突破重重危机。所以是要进罐子吗？也只有罐子啦。小恩进到罐子里了、啊。罐子有什么秘密呢？哦耶！哎，到陆地了，到陆地了。可以直接拉吗？就这样过关了吧？我有点紧张哎。哦！有青蛙，有青蛙。什么东西啊？
所以你要先等青蛙，你要先跳过青蛙，然后再踩那个棋子。哎、欸，从这边开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很不公平哎、欸。呀、yeah, ，从这边开始，太棒了哦。太不公平了。再游一次，我还受得了吗？耶、yeah, ，青蛙走了，我们也走吧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耶！哎，哎，这要想过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。这要怎么过啊？啊，可不可以跳到青蛙头上？跳到青蛙头上吗？嗯，我记得好像它跟熊好像都可以踩在头上。踩在头上有什么好处？啊、嗯，没有好，没有什么好处啦。哎、欸，没有用啊，它还会再回来吗？踩着，然后他过去按那个棋子呢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又回来了、欸。踩着，然后过去按棋子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吗？回一。哦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过？还要把罐子拿起来。什么？罐子可不可以拿起来？罐子可不可以拿？我看一下。不行哎、欸。那到底要怎么过？那要怎么过啊？哦。还是要他冲过来的瞬间，我去拉棋子啊、哦，有可能哦。嘿，快快快去拉棋子，快点，快过、哦！就这样子吗？哦，画面黑掉了。了嗎哦哦，过了。哦，有没有过都不晓得，好恐怖、哦。终于过了。哦，好感动哦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我们下集再见了。好啦，好难过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